时光如水，一去不返，无需感叹，也不必遗憾。总有一些东西并不会随着岁月老去，或是一种谋生的记忆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或是一种纯粹的艺术，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。我教你这个歌词。他们都在时光里沉淀，哪怕再简单的缘起，也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每年四月，如同牡丹的悄然绽放，古老的河州，如今的临夏，也在春天里醒来了。李春文这个略显沉稳的80后，早早收拾好了一切。今天他要去拜访一位朋友。出门前，李春文又检查了一遍要带的东西，录音笔、笔记本、非遗资料，一把铜铸的刻刀，这几乎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。李春文有时在想，是时间过得太快，还是他太忙而忘了时间。到今年，他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已整整10年，发掘、收集、整理、推广、创新，李春文的生活里，非遗工作占据了一大半。临夏自古以来，山谷云集，多民族聚居，在交融与碰撞中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间民俗文化。李春文要去拜访的这位大师叫沈占伟，他的名字在整个临夏砖雕界家喻户晓。砖雕是他的一生。临夏砖雕时代久远，和往常一样，沈占伟并没有因为李春文的到来而改变他每天的必修课。虽然他徒弟很多，然而画图这个砖雕中最关键也最具有创意的技艺，他总是要亲力亲为，并一丝不苟地盯着其中的每一个细节。在对徒弟们进行答疑解惑的同时，
还要把控环节上的严丝合缝，力求传神地表达专雕的精髓所在。文字记载和实物都可以证明，咱们宁夏砖雕是从汉代开始的。汉代是那个时候是形成的是胡藏，它胡藏呢主要表现的是墓主人的墓室是用砖雕来装饰的。沈占伟14岁开始学习砖雕，但他没有想到砖雕这一行竟成了他孜孜以求的毕生事业。打磨、构图、雕刻、细磨、拼接、修饰，每一道工序在沈占伟的手中重复过千百次。折尺、锯子、刨子、铲、钻、刻刀，砖雕所用的数种工具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。临夏砖雕在技法上，雕刻和镂空相结合，或圆雕或半圆雕，使其跃出画面，层次分明，立体感强。沈占伟默默地看着自己的作品，他在这些砖雕上有太多的心血凝聚和苦。这是镂空式透雕，最大的特点还是咱们宁夏砖雕镂空。这镂空的这个技术在砖雕的技艺上来说是一个最难的。它是镂空的作品展示出来，一方面是展示咱们这个技艺的进展或者高潮，另一方面它就表现就是它这个精致秀美，就这个人的欣赏价值。在和徒弟的交谈中，他似乎找回了年轻时对砖雕的那份执着与热爱。这个徒弟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师傅讲解了，但他还是听得十分认真。李春文不一样，除了心灵的震动之外，他还不忘把沈占伟的每一句话都仔细记下来。这次拜访即将结束时，李春文拿出了那件礼物，一件包铜的刻刀。这把刻刀是传统手工铜艺传人苟学贤亲手制作的，单纯的赠予是两种古老技艺的相遇。对于这个意外的惊喜，沈占伟有些激动，沉默了许久。
或许是这把刻刀勾起了他的某种回忆。沈占伟并没有收起这把刻刀，而是转手送给了他的弟子。相比于砖雕如今的繁荣，苟学贤所继承的手工铜艺显得有些孤单，但是几乎所有的使用者都认为这里打造出的铜器是最好的，尤其是那些曾经广泛使用过的老物件，在这儿都能看到。铜火壶、铜火锅、铜烟锅、铜茶壶，相比于大城市的繁华，手工铜艺无疑是寂寞的。年轻人宁可选择去现代化的工厂打工，也不愿忍受那份烟熏火燎。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，苟学贤现在也忙了起来，参展、定制、研发，他的铜艺作品供不应求。如何能将这些老物件、老手艺发扬光大，成了苟学贤经常思考的问题。传统工艺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积淀，人类文明无论如何发展，这种手和心互动的创造永远都不会过时。时光如水，一去不返，无需感叹，也不必遗憾。总有一些东西并不会随着岁月老去。或是一种谋生的记忆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或是一种纯粹的艺术，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。他们都在时光里沉淀，哪怕再简单的缘起，也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在人类生活日新月异的今天，传统手工艺品永远有着其无可取代的地位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接下来请跟随我正式进入到马家窑文化彩陶展的一号展厅，各位您请。首先呢，我们欣赏到的这件展品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彩陶王，1954年出土于宁夏州栖山县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。
通高49.3厘米，造型独特，花纹别致而文艺一身。它静静地存放在博物馆里，仿佛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讲述着人类文明的史诗。而拉伊两寺的绝活就是复制彩陶王，并使它走向全国，走向海外，展现临夏彩陶的风采。古老的文明在现代工匠的手中被重新赋予了生命。1980年，有一定绘画基础的拉伊两寺身背行囊，行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。对于未来，他并没有明确的方向。像我个是江王石铜器坊吧，还有这小妹妹，开始你妹妹做的别人做的好吗？那支持是还是难度挺难度大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拉伊两寺在做古董生意的亲戚家里见到了一件临夏彩陶。哎呀，这两个破旧了，这玩意儿破的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件彩陶已经破损了。拉伊两寺感到十分心疼，心中萌生了修复彩陶的想法，而且异常强烈。军体科，你看嘛。可是修复并不容易，从填泥、打磨、上釉、复古，每一道工序都必须熟练掌握。这相当于要完整的烧制出一件彩陶。那家里方啊，你洗的哈啥？那个面子和那破嘛，你慢慢子重拾洗一下，洗了十次。师兄的意识里，而他的父亲总觉得这样不妥当。在他看来，老老实实做陶罐比啥都强。为此，父子二人常常发生争执。反正俺一个坚持，我那做这个其实不成，原因是做这个其实做这个的人知道，收藏的人知道，博物馆的人知道，外界的人不知道。我这是这个件工艺品做成复制品，高仿做出来。开始了，啊，我你知识啊，后面你我们啊，都这个你这个知识，这个就跟许多就看，费时费力费时间，这个，你俺的这个想法都不好，我们奶奶我们之前这个媳妇在做，我是传承人就是，我晓得这个不传承的，还是以后我们在后辈子啊给知道的，马家有啥给不知道，俺祖籍人有着，马家有什么给啥给不知道的。啊，人家奶奶问咱，我那两年在这个西部子这些房间着，也跟着时间长了嘛。你奶奶问就，你这五个，俺其实个是费时费力，这就是时间长就看，你特大做的过来是，一个我们那个那个几件是几件米，俺就做了。几件你先小小就做这办法想这，你这个不做的是一口是这生产米的，你这香港人也好，日本人也好，美国人也好，法国人也好。
中国人美好节目这件作品是高兴回来的，咋就是我国外人这艺术品面流是见日本人玩这的，为什么我们这马家文化没人知道没人欣赏，你不做我不做他不做出来，可不可以这样一直做的？你这个宣传是啥对吗？宣传的俺们个手里还没多的，你俺做的不做俺个手里宣传的了。人家话经常在南南文在我那样子这个媳妇子这个作者，啊，你给我做做不做？我媳妇子做不做？历史总是在不断变迁，新的事物大多数都会成为时代的主流。然而，在万变中深藏着的不变，总会让人们魂牵梦绕，不能忘怀。反正这个名词都说出来哈。是的，主要是我们现在个提倡大家这个马家文化加以保护啊，不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，发扬光大呗。在黄河岸边有一个叫大河家的地方，住着一个卖刀的年轻商人，他叫沙孟凡。每天清晨，沙孟凡都会按时打开店门，等待买刀的人前来。刀在中国传统兵器里排名第一，生活在临夏积石山下的甘肃独有少数民族保安族，就因为刀而得以繁衍生息。保安语中，把打制各种金属器具的工匠，高刀的家族，在村里听着叮叮当当的铁锤声出生长大的。他从能拿起铁锤的那一天起，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打制腰刀。如今他打刀的技艺日渐精熟，一块矾铁在蚂蚁阿吉的手中会奇迹般地变为一把锋利的腰刀。有人定制刀具，蚂蚁阿吉会加班加点赶制，闲时他也会在地里干些农活。蚂蚁阿吉会打很多种保安腰刀，比如十样锦、雅王旗、波日记、双落、满霸，其中最著名的叫折花刀。这种刀工艺复杂，刀体刚柔相济，纹理奇特，不易折断，刀刃锋利。在制刀工艺中有两道关键技术，一是加钢背铁，二是沾水。在沙孟凡家的刀铺里，折花刀也卖得最好。然而与刀的名气相反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保安族年轻人不再学习打刀，保安腰刀技艺的传承陷入了后继乏人的窘迫境地。这也正是沙孟凡高兴不起来的原因。曾几何时，村子里锤与铁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，现如今这些大多已成为了记忆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很多老刀匠在坚守，这似乎成为了一种信仰，像刀把上镶嵌的绚耐题一样，闪耀在刀刃上，坚硬在心里。老板，买个刀子，买个欢喜。俺们军家家运这么还是随人家。那看这花刀，这吗？哎，这多少钱刀子啊？这个540，这个折花刀是的。这是这个标志是怎么了？我一把十倍，这是保养刀，这是一种标志呗。价格大着，这刀子看，刀子更贵嘛，看是。沙孟凡盼望着今年来大河家旅游的人比往常多一点，这样就能卖出更多的刀。微笑与泪水
幸福与悲伤，放弃与坚守，现实与梦想，在临夏这片土地上交织交融。河州花儿唱的其实就是心情。在徐建伟看来，花儿的语言更能表达他的情感，他的喜怒哀乐。站在这高高的太子山上，有多少如四季一样变化的情绪，随着一曲曲悠扬高亢的花儿在青山绿水间飘荡，在蓝天白云里歌唱。河州花儿是流行于西北地区的汉、回、土、东乡、撒拉、保安、藏族中的一种共同用汉语演唱的民歌。赋比兴的大胆运用，真善美的自然表达，让河州花儿具有了荡人心魄的艺术魅力。见傻唱傻是河州花儿的最高境界。在花儿里可以有砖雕，有铜艺，有彩陶，有保安腰刀，包罗万象，这恰恰是临夏这个西部汉码头的包容。打破约束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，你会发现眼前无限宽广。这句话同样带给李春文极大的启发。在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路上，李春文把每一次拜访都当作是最后一次去珍惜。他打心底里热爱，无关所有，因为他也是一名非遗传承人。不过与大多数非遗传承人不同，李春文弹唱的河州平弦并非家传。看淡世俗，放下名利，单纯的热爱，简单的快乐，传承才不会失去本来的意义。爬上高高的山岗，俯瞰黄河弯弯，这里有说不完的故事，扯不断的情缘。无论你离开这里多久多远，也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归来，唱一曲花儿，看一眼砖雕，亲手抚摸彩陶的纹路，抽出那精致的保安腰刀，也还会在这夕阳西下的连绵大山里跳起古老的挪舞，祈福万物生长，幸福平安。围坐在火堆周围，我们看着满天繁星，火光与星光遥相辉映，那些非遗的神韵依旧在往昔与现实之间薪火相传。